大家好，我叫马太，会中文的演员，就白人演员特别少，中国也有一些外籍演员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有个角色的话，那只有我们几个人可以演，对吧？眼前这个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就是演员马泰，英文名叫做马修·诺勒斯的他，因为喜欢泰山，就给自己取了马泰这个中文名。在《红高粱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他来了请闭眼》中都有过精彩的演出。帮我缝进我的伤口里。So inside. Why?2009年，热爱公益活动的马泰在贵州的某贫困地区当英语支教，之后因为机缘巧合进入了演艺界，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一年。现在他正在拍摄电影《阿修罗》。阿修罗啊，这个项目真的太好了，我太开心能参与。我自己猜可能是第二次的那种卧虎藏龙的那种电影。电影《阿修罗》的拍摄相当低调，公开的只有男主角吴磊。提到这位年纪比他小不少的前辈演员，马泰赞不绝口。尤其是那个 Leo， 就吴磊嘛，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，因为他不是那种小鲜肉，他是小男人。小男人。对呀、啊，他喜欢健身，他喜欢运动啊。我觉得那个人肯定前途非常好，性格那么好，对。作为长期在中国发展的美国演员，马泰说，比起演戏，他更愿意成为中美影视之间的一座桥梁。我在这两个市场就跑来跑去嘛，做一个桥嘛，就什么制片人什么的，我就经常帮中国的那边，对对对对。